急，希望你可以尽快 on board。Engine call for London, ma'am. Ma'am, London calling.不好意思，你可以让我再想一下吗？是因为年终吗？伦敦那边其实可以 offer 的、啊。不是因为年终的关系，我会尽快回复你。出发，不出发。这是 promoter 的，确定不是小妹。我知道，好像已经确定了。上面可能他们考量吧。自信，不自信。年底比较忙，所以圣诞节就确定不回去了。付出，不付出。再而三的选择，我们始终可以先咖啡再抉择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City Cafe。